接下来登场的是侯雨乔。2.2 手，还可以完成的，落冰有一点点。那这种小瑕疵是减一？看裁判吧，有可能不加不减，有可能会减一。嗯，这个是在裁判可以掌控的范围内的，也是规则允许的。下午的3周，接后外点冰2周。又跳了一个上霍夫3周的单跳。他现在进入的也是编排路法，对。后外点冰3周，及后外点冰2周跳。这是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女运动员当中完成的跳跃技术难度相对比较高的，也是完成的比较干净利索的。是啊，这个是后内点冰的串跳。定级步伐，定级步伐就是要求有肢体的动作，手臂、头啊，甚至腿。换组的联合旋转，侯雨乔的得分是79.57分。